这个代表廖明豪廖代表也来到现场，来欢迎廖，来请出列到这边跟大家挥手好不好？那个代表，我讲爱行到家到看到，导播，来到这边来，挥挥手，咱群现在做转播了哈，来廖明豪廖代表，谢谢，来，好，谢谢。好，包括我们新安里的里长林志明里长，有请 林志明林里长，来挥挥手，谢谢里长，里长好。新丰里的里长王丰云，来我们王丰云王里长，欢迎里长，好，谢谢里长哈，好。兰姐，我听说这是第三次我们这个西罗颂跨年晚会，我们政工所第三届的举办跨年、啊、是都受到大家的非常多的喜爱了哈。那当然呢，我们的节目安排也非常的精彩，没错、哦、紧接着我们要来安排的是武立方。他为什么叫武立方呢？您可能在电视上看过这位表演者，他叫赵敦义，他曾经登过中国大陆内地哦央视春晚，还有台湾各地的各大这个综艺节目哦，对，记忆非常的精湛，深深的撼动人心。对，他之前呢、哦、是这个林怀民老师的高徒，没错，云门舞集，对对对，所以他的演出一定非常非常的精彩哦，没错，上遍我们各大综艺节目了哈、哦。是，所以今天呢，他也特别来到我们西罗，我们的跨年晚会呢，要带来精彩的一个表演哈、哦。他特别将立方体跟现代舞蹈的结合，以舞动巨大立方体闻名全国。Ladies and gentlemen、嗯、尖叫掌声欢迎武立方赵敦义。这段表演有两个不同的主题，大家仔细的欣赏。哦，寒冷的冬天，热情如火的表演，它是舞。
不仅曾经登上央视春晚跟台湾各大综艺节目，记忆非常精湛，他更曾经上舞台到全世界最瞩目的焦点 America's Got Talent。结合现代舞蹈，管名闻全世界，武力方赵敦义，再次掌声，再给我们赵敦义一个热情掌声加尖叫，谢谢 ，Bravo！ 刚刚表演的主题包括了武力方，还有三山主秀，是哇，难怪登上了全世界瞩目的。American Got Talent 太厉害了，真的太震撼了。好，那呢，在我们。